你说这屋当时除了关庆还藏着一个人，为什么是藏啊？柜子可能藏得下人吗？不把灯打开啊？先别开。这个神秘人能藏在哪儿啊？我要找的是一个能看清并且能听清屋内情况的人。能看清屋内情形，耀言，我觉得我这次可能比你聪明这么一点点。这谁在这晃啊？没听新闻说吗？会把眼睛晃瞎的。这孩子知不知道？幸好。